片就得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您的感想是？非常开心哦，这一次砍嫂这张专辑，也很感谢我的制作老师，因为刚刚太兴奋没有讲到，现在一定要补讲，因为呢，制作老师郭志毅老师他的坚持跟他的决定哦是对的，因为呢，他在中唱娱乐这家唱片公司里面，帮我制作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大部分都是他的作品，还有很多很棒的老师的作品哦。那因为他的坚持，所以让我在暌违六年之后再度的发专辑，也一度让六年都没有发专辑的我一直认为说是不是自己没有办法出专辑了，对，所以呢这次也非常感谢中唱娱乐郭老师郭志毅老师，还有意见传播公司就是我的经纪，然后呢也要感谢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刚刚有记者问我说我今天有没有带吉祥物，我说有，就是我的老公我老公今天有陪我来，对对对，是是是，那我非常感谢我的先生，也谢谢我的妈妈我的公公我的婆婆，还有这一次呢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呢是我有史以来参加过这么多不管是金曲还是金钟的礼服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套，就是陈继明老师金明倩的作品，然后呢还有我手上的 Hot on Fire， 谢谢你们的赞助，也谢谢所有的朋友，谢谢老师，谢谢，好，谢谢谢谢。